快点呐！一家人都在阳台上看着啊，抱着我儿子，我紧紧的抱着，腿都软了，我好久都不能平静下来，我晚上睡觉，我昨天晚上睡觉，我都好久睡不着。啊，床垫来不及抬了，赶紧组织被子啊，然后叫人一起来拉，还一定要大力拉这样子。